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成就生活极致，创造无限可能。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标新立异，尽在凯擘。是大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四月二十六号，旧历四月初六，礼拜四。好，这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。公所输接路顶，台电关掉锁电目标，且工程人员加电无手软，同时嘛推脱一年的电费一点六倍，即马嘛阁下乡来选择提醒民众唔通偷食电。不过高速公路疏通雨水的通道，上影是起甲超出真济，即车辆的视线去用炸掉，是定定来发生即车祸的意外。中华路中的教官甲学生是坐半个台湾，为中华到华莲摕着家己摸到的物资加14万元现金，来帮助少女甲一寡高资的幼稚园囡仔完成梦想。好，来乡亲啊，这新闻一开始哦，来关心咱中华地区超过这40000多帕输接的屋顶，这啊台电哦，除了要来对套这就业的电费以外，同时嘛咧进行这经济加电哦，到目前为止哦，是已经加掉这4000多帕。另外哦，这台电公司嘛开始伫这增开庙口来开讲，要让乡亲哦知影这电钱起价爱安怎来这省电费，以及这偷接电是违法的代志。台电公司伫庄口的庙口开讲，要让民众知影电钱起价要安怎来节省电费。除了宣导节省用电的撇步以外，因为彰化沿海乡镇偷食电的情形相当严重，特别是养殖渔温奶的农民，为着节省支出，拢会家己来接电。过去嘛曾经发生过农民因为偷接电去予电电死的案例，因此台电公司是特别呼吁农民，偷接电唔那是违法，更加是危险的行为。在今天这个高能源价格的时代，油电双涨，我们必须有一些因应，要教导他们如何来节省电费支持，而是合理的电费的支持，一些技巧的方式会告诉他们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也来宣导他们的用电安全，基本上为了我们这些养殖业，坦白讲，这个以老天在征地了，坦白讲，生活也是蛮辛苦的，所以他们会想尽一些办法来降低成本，但是他的方法也是违法的，不合法的。我们现在教导他用电的安全上要做一个顾虑，比如说他一些乱高电线，对标准来高电线，还是接地倒回去，涂骹那个电线乱整，这个情形拢往往到这个会影响到生命安全，所以我们希望是说能够教导他们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，让他们来。因为政府对农企业用电是有补助，台电公司人员就讲，要来省电钱，应该要寻求合法正常的管道，千万唔通小贪，做出危险又搁违法的代志。大专新闻张世良大声采访报道。好，再来看这个路段是真危险哦。河北镇新庄立江新路这个国道高速公路的这坡坎卡哦，高工局是伫个遮去一个这疏通高速公路雨水的这通道哦。因为我这107号道路的桥墩哦，这树也是超出真济，并将开车经过遮就无注意就会弄到发生交通意外。向这高工局反映哦，拢无回应，河民众是真生气。就是这个破出墙面无平的桥段，和中心路107号这个所在，常常发生车祸。里长表示，曾经向高工局反映过，围墙愈往内面愈缩小，要把桥面扩宽才会安全。不过高工局表示，这不是的责任范围。我希望咱看倒一个单位吼，会当来安解释，无这行车吼足危险的，万不得发生车祸，摔到沟底，无人看，暗来变啦。
经过这条巷啊，来到这边，桥面突然缩小，围墙阁扑出来。虽然有做过修改甲防护，但是暗时同款相当的危险。管理员就建议各公局应该爱顺应地方的需求来改善，让居民有安全的交通空间。如果发生车祸，是交通局爱负责，啊是咱管府爱负责。这是不是要紧速来工作好规条，让伊拓宽吼，让伊整齐，才袂阁有车祸的发生。因为安尼情况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，管理员嘛呼吁，管府爱出面集中协调，让地方甲各公局共同解决这个问题，以免这个情况产生阁较严重的交通危险。大众新闻林伟廷、何美采访报道。另外来关心这六港镇长的选战是进入最后两天，面对抹黑质疑，候选人是拢走去庙宇就坐定亲。这国民党的镇长候选人蔡明忠就率领这竞选的团队来到这六港天桥，恭请妈祖来就坐，讲因绝对无来买票，无来抹黑。伊表示哦，坚持清白参选，看袂起妈祖婆家六港乡亲的检验需要。选战最后两天，贿选抹黑传闻不断。蔡明忠早起嘛特别邀请对手来到鹿港天桥宫做火车，声明作证，就抓要拍一场清气的选战。从参选以来，大家都觉得阿忠啊，一个医生，是个金牛。街坊上3000、2000、1000，买单户不买双户，这些所有的谣言。让民众深觉痛心。虽然邀请立军人士缺席，蔡明忠是感觉真遗憾，也是希望剩两天的时间，对手爱来妈祖的面前就坐。天上圣母、妈祖娘娘的驾前，主要就是要向咱所有的乡亲士大，大家恁，我来宣誓，我来甲大家禀明，我绝对清白参选，无接受任何的。买票的行为。鹿港小镇选举因为时机敏感，搁拄到总统就职进程，油电响起，绿营对立一直吵一直拍。蔡明忠嘛呼吁鹿港乡亲千万唔通中计。用票没有马政府歹看，我是感觉用票有可能让咱鹿港的镇政搁较歹看。所有鹿港乡亲士大爱思考这个问题，如何让鹿港继续地。中央地方一条边的情形之下，努力打拼，这才是重点。鹿港镇长补选战况激烈，买票继续贿选抹黑的传闻一直传出来。蔡明忠不满地讲，外界有传言讲伊买票不是正港的鹿港子弟，这其实是对手为着要挽救选情，散布流言的抹黑手段。蔡明忠为着自称是专工来到妈祖庙就抓，伊有信心伊正清赢得民众的支持，无需要买嘛无再力来贿选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啊，那过来哦，这鹿港镇长补选抹黑贿选是愈演愈激烈。蔡明忠哦，为着要来证明清白以及选是这清白参选，拒绝抹黑，是邀请黄进干伫这鹿港天桥宫来签签约书哦。不过这黄进干并无出现哦，因此伊是另外伫这竞选总部的头前，由十外位这民进党的官员以及律师的陪同之下来召开这记者会，强调家己哦，深耕鹿港镇。你这你哦，本来就无需要去买票来拍选战。清白当选，黄镇燕当选，黄镇燕当选。十外名立营议员董公职徛几排小厅，阁由三位律师陪同见证。黄进干是伫咧竞选总部头前签署反贿选的声明，希望伫咧妈祖见证之下，就抓无以任何的形式来贿选。祈请。妈祖见证，千里眼监视，顺风耳监听，保佑鹿港。如有不实，我愿意还给鹿港人公道，并接受法律和选民最严厉的制裁。黄进干阁提出贿选情报，讲因的支持民众收到消息，讲国民党以现金伫咧鹿港29个里进行买票，而且行情拢无共款。当镇民选民吼，总有咧同我讲，同总部讲，讲即卖吼已经开始咧买啊，
啊，买这个行情吼，啊，我太太吼有写伫这个看板馆顶吼，伊讲咱伫咱这洛江街啊这方面吼，伊讲伊卖1000块，那么伊讲伫沙仑里吼，就是我的本里吼，伊讲伊卖3000块，那么伫这个草中里这边，草中桃南桃仑游厝这边吼，讲卖2000。黄进干嘛讲出谁的贿选，洛江顶面拢真清楚。蔡明忠定赢开记者会，透过媒体放话，讲要去妈祖的面前立下无贿选的誓言，但是因拢无收到正式的邀请，诚意不足，根本是想要注意方式骗人的，是选举的花招。离洛江顶就补选只剩最后两天，那着双方正会是愈拍愈激烈，是不是会当迎合民众一个清气的选举？大家。都等你看，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。讲过了后，要带大家来去这块农田哦，看这顶冠一个小型的这土堆哦，顶冠阁种有这个树栽哦，这数量总共是有20多个，好看到的人哦，拢感觉真好奇。咱先休困一下，等一下再把这答案报给乡亲知影。